一到夏天呢，所有吊带背心啊这些衫呢又试出返晒嚟啦。咁所以呢，手踭或者脚踭呢啲容易变黑嘅地方，又或者身体嘅保养呢，亦都係时候要开始啦。手上面呢一支呢係 Orbis 嘅身体磨砂。用的方法其实很简单的，只要你每次冲完凉之后呢，就将它直接搽在你湿的皮肤上面，慢慢打圈呢，当所有的白色粒子开始溶解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用花洒慢慢将所有冲干净的了。而大家现在见到的磨砂呢，里面的粒粒呢其实是不会很刮皮肤的，因为它里面的粒粒呢其实是一些果汁磨砂粒子来的，是有效地可以去除粗糙的角質，令到你有亮滑的肌肤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也不会刺激到你的皮肤，大家可以放心用它来帮你的身体去除角質。要记住在手踭又或者是脚踭、膝头哥这些地方容易沉淀色素的位置，记得要多磨它几下。因为一穿背心或者短裤的时候，这些地方如果很乌黑的话，看下去整个人都会好像很不干净这样的。印干之后，大家就可以搽一些平时用开的 lotion 啦。而这款磨砂其实都很温和，每个礼拜可以大概使用两至三次左右啦。除了去角质效果之外，保湿也不错的。